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会员尊享加更等更多精彩内容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云南昆明地处低纬高原，而形成四季如春的气候，因此享有春城的美誉。这一站不妨跟随食客团的脚步来春城一探究竟。欢迎来到云南昆明，也欢迎飞行食客杨迪。哇，杨迪，杨迪哥，杨迪在哪儿啊？走，寻找我们的杨迪同志。桂兰园集贸市场，杨迪呀、来了，杨迪、杨迪本人，杨迪，杨迪摄影师你好，你太明显了，你好，Hello， 你好，知府，又来游戏卡，任务卡谁念？来，我来吧，喂，奇特蔬果大聚会，食客团成员分成两组。每组需要答出对方组挑选的蔬果名字，答对则本组积一分，答错不积分，最终分数高的组获胜。好，我们郭老师这边先拿出你们的第一道菜吧。我要拿一个啊，这个好了。哎，这个带了啥？人参吗？哎，这啥玩意儿呢？我总觉得，来，快，这些直接吃不会中毒吧？不会啊，那我吃点，有点那个葱味呢。他们猜不出来的了。其实我放鸽子了，这个呢？等一下，我们没有给答案，没有给答案，来给答案，先给答案。而且那个应该叫放水吧？怎么叫放鸽子呢？你要走了？好，给出你们的答案。芽白葱。不对，在云南这个叫撇菜根。耶！你上哪里去猜去？听都没听过。好，你们来，我们快点。这个我知道，是吗？茨菇，答对。哇，厉害！我们三个孤陋寡闻，拿着这个，这个好。This one, you know what is it? I don't know what's this. So it's difficult. Okay.这是茨菇啊，对，这是一种水生植物，然后用肉炒，很好吃的。无语，我妈炒过。该我们，这个吧，好，那个好，一二三，啊，那个刚才我问了这个，忘记了哈，聪明的一休，快点，噔噔，快想起来，龙果，等，菜单。麒麟果，不对，就是麒麟果，不对。等一下，它就叫麒麟果啊，我还吃过。三二一，麒麟果啊，我就麒麟果了。这个叫火山果。火山果，它不叫麒麟果吗？火山果。好，到我们了，我们找一个，来吧，该你们出题。你这个哪个？这个行，就这个好。看你们拿什么宝贝，来放出来。这容易放下来，这个容易放下来，放下来，给我，你已经拿出来了。不可能，拿来。它叫什么？让 Ella 姐猜，没事儿。你都拿出来了，放开。只是这个超容易，百合。对呀。好吧，我以前演过百合，《蔷薇之》里面的百合。真的啊，你演过百合啊？我叫做百合啊，百合仙子。选的时候真是不认识哈、啊。不认识啊，而且我现在都没记住。让我们对一点吧。该我了。这个男的来、来，这个来，我们下一个这个。桑桑。对了。来吧。I know this one. 他们不知道。哦，这是一种调料哎，是吧？我问看。单独可以做菜。啊，我知道。什么？这是
香菜的味道啊，但这不是香菜啊，但它是香菜的味道。哎呦，这个我真的没见过哎，这个不是，哎，那个莴笋叶叫什么来着？莴笋叶，它就叫莴笋叶。香菜草，香菜草，对，草，香菜草，香菜草。给出你们的答案。香草，不对，叫大香菜。大香菜，我只是少了一个字，这样子不能算对吗？你最后说的香草，我听着的。哇哇哇！好，我们最后一题。这个，好，你们俩决定吧。来，西红柿啊 ，tomato。对啊，西红柿啊。No。好酸，好酸啊！酸，这就是那个。你要讲出它的名字。马上啊！啊 ，passion fruit， 百香果。不是百香果。好，给答案。香，好香啊！香果。不对。这个叫树番茄。耶、yeah! ！番茄不就是西红柿？树番茄挂在树上，行，我认了。好的，恭喜艾拉、龚琳娜和 Amber 获胜。谢谢我们的董老师，哦、谢谢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啊！送给你们获胜者啊，这个叫菠萝花，这个叫茄瓜。耶，谢谢茄瓜，谢谢。我们是赢家，杨迪要加油哦。Go， 出发！来到了，朋友们。到了老关山货，食物来了。哇哦 ！I can see what I like。哇哦！来吧，来吧，开动！啊，我在流口水了，我肚子好饿。香的不得了哈。这鹅油太香了。哦哦。哎，这个豆腐你们也要吃一下啊，包浆豆腐。师傅一直在吃大米饭。来，米饭好吃。哎，这个餐厅我可以，好吃好吃。